是今天出场的第一个我认为有着舞蹈家天赋的选手。下面有请第五场比赛，男子70公斤级中方代表队。正在男子70公斤级的较量，场上裁判员庞洪涛，比赛现在开始。从双方刚才那种对视，观众朋友们已经可以看出，火药味十足。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五场比赛，男子70公斤级的较量。红方来自西安体育皇冠，蓝方来自日本的岩崎元素。在今天的直播结束之后，王洪翔、孙武，还有武林网络的代表，还有我本人，将在武林风网站和网友进行接触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武林风官方网站。对，这要一指成功。哎，日本选手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强，很强啊！我们以为就要出现 KO 的局面，但是我们看到没有，日本的这个岩崎元素很快反应过来，上钩，上钩。哎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伤害法是不允许的。哎，完了。被呛到失去一分，因为不允许这种主动的抱摔。王冠打得很聪明，直拳架上钩。这是魏腾，魏腾站起来了。他是认为对方的防守就正面有漏洞，我先用直拳，然后是上钩。